讲评一下吗？我哪敢啊！他好像评审老师，他哪敢？当代的应该也就是那几位吧。我们小钟哥可以冲关了，拼了，毛起来冲，对不对？两千就好，三千呐，是吗？好，当代，请出题 ，Go。500，就罗大佑啦。喂，罗大佑啦，两个加起来才500，就跟你一样250。这个歌算难吗？难啊，算难。怎么会难？对其他人来讲难。回家回家，你来叫我叫，六点十分你就到棒球，棒球的查某你就叽叽叫。我被盖了。喂，一二三。正确答案的灰车，火车啊，火车哦，火车啦，我选的是皇后大道东，皇后大道东，好离谱的答案，老三我的你讲讲的来，来一起来演唱灰车 music。心情起波起波摇摇摆摆，故乡的长眠。回家回家，家家都为你。为了你，你这个唱法跟那个张宇张宇这张宇很红，我没听过，可能马来西亚那边比较少听，比较常听阿郎的故事啊那些。哎，马来西亚的很多歌曲其实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从台湾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台湾流行什么，马来西亚流行什么。对，所以我很感谢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太温暖了。对，我第一次登陆那个新加坡的时候，穿拖鞋短裤，一个烂 T 恤，然后什么都没穿。你想说大家不认识你？对，就这样。会有人去救济，你真的是这样走进去。一下那个樟宜机场，然后那个心里面感动了。对，突然间怎么样？想要讲话，然后那个泪水直接冲到第一次去这样，很感谢他们。然后他们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歌手。哎呦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歌手，可以站在台上插歌打魂，给大家开心了，我的人生就满足了。是，还愿意听你一两首歌。哎呦，哇，红到不得了，在那里连续9个礼拜的第一名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哦，对呀。浪子回头，捧住捧住，一起的掉，手一杯一杯一杯的干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不好，别跟我冲淡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，适合在电话。龙珠回头，
点，经典，刚好两个歌的对位歌啦，那个 chorus 都一样的，可以这样唱。老师可以帮我们讲评一下吗？我拿杆啊，因为他叫评审老师，他在醒啊，坐在那里还在睡。我爱谁跨不过，从来也不觉得错，自以为抓着痛。心继续，哦。